大家准备开始。也是吸血鬼。没有准备好就不要来拍片。本来就很难抓，谁反应这么快？多试几次就可以了吗？你谁啊？你说不拍就不拍？事实上可以。何旭在隔壁吗？在。你把他叫过来吧，把他换了。嗯。你好，崔俊赫。你好。崔主编，你好，听说您从来不来看场啊，怎么今天过来了？没事，我就过来看看。啊，我们会很快再见，李诗雅。清然啊，嗯，刚才那个人是谁啊？谁啊？就是刚才说要换男演员的那个人。他有那么大权力吗？你呀，在这个圈子混都不知道多了解一些。他就是现在最有名的杂志编辑，叫崔俊赫。别人都说他长得特别帅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还好吧。啊，你不说我还以为是男模特呢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多认识个人也没有坏处。以后你跟他还有很多接触的机会呢。炸鸡，快让我摸一下，我好饿。我是炸鸡吗？你是炸鸡？看清楚，我是谁？之后，啊，等一下，一大把年纪了，怎么会做这种梦？这么好看吗？难道是因为那个梦的关系？谢谢。对不起，你是不是不喜欢被人碰到手啊？没关系，诗雅，我现在已经好多了。怎么搞的？明明只是碰了一下手而已，一定是因为早上那个奇怪的梦。镇静一下，头脑冷静。诗雅，啊，你是不是很喜欢肢体接触？啊，不不不，我是以前说过我喜欢肢体接触，但是因为你是特别的，所以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啊？你想让我做的，我都可以试着努力去做。我就只要牵手就好了，你不用勉强自己。真的，只要牵手就可以吗？嗯。那好，那我们只牵手。明明是那么好的机会，你却白白浪费。可以能有更厉害的，是一次吸到饱的机会啊！
虽然牵手也不错，可是那一瞬间想到的是……接吻什么的，好像除了那一晚突然的吻，根本就没什么进展。那次感觉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那天游乐场，我和石欢被经纪人臭骂了一顿，然后禁足了。亏得我软磨硬泡，今天才偷偷溜出来，但条件是绝对不允许下车。怎么样，我厉害吧？哎，对了，你内心怎么样？没出事吧？没。你怎么了？今天从见到你开始就一直神游太空。啊，没什么。还在生气啊？你知道的，他们不接受我跟别的女生太亲密，说到这个就发愁。单曲 MV 马上就要发布了。里面有我跟女演员接吻的剧情，哎，不知道这次粉丝会气成什么样，不敢想。接吻？你干嘛大惊小怪的？也对，你没有接过吻吧？要不要跟我试试？哎呦，我开玩笑的，干嘛那么生气？我想问你，如果跟人类接吻，会有什么感觉啊？你干嘛突然问这个？你想跟那个男人接吻？啊，我怎么可能想跟人类接吻？绝对不可能。我就只是好奇，如果跟人类接吻吸收能量，会有什么不同？没什么不同，我们吸血鬼靠肌肤的接触吸收能量。接触的是手还是嘴唇，并没有什么区别。而且接吻因为面积小，吸收能量低，并不划算。所以，只牵手就好。接吻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做的事儿，哪有和食物接吻的？笨蛋。没有，我只是好奇问问而已。你想什么呢？也是，接吻是用来表达爱意的，应该没有人会跟食物接吻的。不会的，是我想多了。诗雅，你自己在这干什么呢？啊，没干什么。那我们一起回家。嗯。怎么回事？这是走在一起，心跳这是怎么了？诗雅，你怎么了？脸怎么这么红？难道我真的喜欢炸鸡？活到现在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谁啊。李诗雅，我喜欢你。对不起，我不能跟你在一起。为什么？因为不好吃。诗雅，你是哪里不舒服吗？啊，没有没有。打起精神，李诗雅，一定是我一时糊涂了。
可能的嘛，他终究还是人类，就好像……大家好，这是我男朋友炸鸡，虽然他只是食物，但是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所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想了点别的事儿。是这样，我签约了连载，这次的风格和以前不太一样，所以我要好好准备一下。我想去旅行，你和我一起去吧。什么？说旅行有些夸张，就是我在构思作品的时候喜欢去一个地方，离这里不是很远，看你时间方便，和我一起去。就我们两个人？嗯，我们两个人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们只是去兜兜风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只牵着手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其实，只牵手也可以充分的吸收能量。可是听他这么说的时候，怎么会有点失望呢？我在期待什么呢？比我期待的更好啊，志浩，你现在可以用手拿垃圾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，辛苦了。要记住，30分钟不能洗手哦。我知道可能会很辛苦，坚持一下吧。30分钟不洗手，既不会导致疾病，也不会危害健康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可以聊一点轻松的话题。你跟诗雅怎么样啊？我跟诗雅挺好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有没有做什么肌肤之亲之类的事？我们牵了手。除了牵手之外呢？我们说过的，只牵手就够了。江先生好像比其他的洁癖症患者更不能接受肌肤之亲呢，所以恋爱进展的慢也是正常的，不要太勉强自己啊。你对皮肤接触的抗拒，与其说是洁癖，不如说是长期不与陌生人接触而造成的陌生感。如果你真的想接受诗雅，那就要自觉锻炼自己接触别人的免疫力。作家江之浩，你好，我是这次你新作的负责人，我们打算近期举行作品会议。听说您不方便亲自参加会议，用邮件形式和您沟通可以吗？来我家吧。哪位？江之浩先生您好，我是刚刚与您联络过的负责人。你好。你好，我是崔俊赫，见到你很高兴，请多指教。请进。下周没有工作，上次你说旅行的事情，我可以跟你一起。诗雅，你怎么来了？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志浩，就是上次你说去旅行的事，我这次来想告诉你，我那个诗雅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有点工作，晚一会儿我去找你。什么情况？那个男人不是上次见过的那个吸血鬼吗？这个是我新作品的编辑，他来找我开会，一会儿我打给你。
哦，好，拜拜。嗯，那个吸血鬼在他家做什么？志浩家不是不能有别人进吗？虽然志浩有洁癖症，但难保那个怪男人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。公司对江志浩先生的作品一如既往的有信心，希望你可以一直保持原来这种风格。这段时间我会一直协助你，如果有什么困难记得找我，我们一起解决。嗯，谢谢你。哦，对了，刚才那位小姐是？好，她是我的女朋友。之前听外界的传闻，我以为你是那种不会交女朋友的人。其实呢，我也是第一次对一个女孩敞开心扉。诗雅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。是的，你们确实很般配。那我先告辞了，有困难记得找我。志浩，诗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等很久了吗？我没什么事，就是想看看你怎么样了。他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有没有摸你啊？啊？摸我？还在呢。等这么久，你们俩感情很深啊。那我等你电话。嗯。诗雅。嗯。进来说吧。志浩，刚才那个人是谁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刚刚签约了一个小说的连载，他是这次的负责人，叫崔俊赫，他对这方面的小说还蛮有经验的，所以他会全程协助我，所以可能也会经常过来。经常过来？你不是还不喜欢跟人接触吗？嗯，这是我第一次和别人合作写书，而且我觉得你姐姐说的对，我要慢慢试着和别人接触，之前都是诗雅你为了我在努力，在迁就我。我觉得我现在也要做出一些改变了，所以你别担心。嗯。哎，对了，你什么时候有空来着？啊？哦，我下下周。那把时间空出来。怎么办啊？我又不能直接跟志浩说那个男人是吸血鬼，但是我能有什么办法阻止你呢？可是我也不能把一个吸血鬼这样放在志浩身边。虽然说是两个男人，可志浩那么特别，味道又那么好。不行，我不能放任这件事情不管。
好，我都知道了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聊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反正我们两个是同种族，我就实话跟你讲吧。江志浩这个人有不可救药的洁癖症，如果你要狩猎的话，根本接触不到他。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。听起来很有意思啊，你完全没有在担心我，反而是在保护那个人类。是某种对食物的偏执，还是说你对他有感情了？怎么可能？开什么玩笑？我怎么可能对一个人类有感情啊？看样子你还没有感觉到啊，那个症状还没有发作吗？什么症状？你真的不知道？看样子也就脸蛋长得好看一点，可实际上还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朋友。你对他这么执着，反而让我对他更有好奇心了。这样吧，你刚才说的不管是忠告还是警告，我就当做没听见。等一下，反正食物那么多，你就不能换一个吗？这个嘛，他也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我为什么要跟一个男人竞争呢？因为他也是我喜欢的类型，真是可笑。狩猎怎么可能找同性呢？就算志浩再好吃，也不能那样啊。难道他是……哎呀，你吓死我了！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旁边拍照，知道你有发布会就过来了。放心，没有被记者拍到，我只是来看看你。我问你个问题，嗯，如果狩猎的话，你会找同性吗？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找同性。怎么，你想找同性狩猎？不是，最近出现的那个特别奇怪的崔俊赫，我本来以为他盯上我了，没想到他盯上了我的炸鸡。你知不知道我用了多大力气才帮炸鸡治好的洁癖症？我自己都还没吃呢。吸血鬼给予好吃的人类不是很正常吗？不是，可是你自己不也是因为狩猎而去谈恋爱吗？好了，我不管他怎么样，你关心好你自己的狩猎不就好了吗？我自己也说不清楚，这个感觉吧，有点像你辛辛苦苦做的便当，不想跟别人分享一样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你是小朋友吗？笨蛋。你才是笨蛋。好了，别纠结这种无聊的问题了，不是答应我下一张专辑前一起出去旅游？怎么，是不是忘了？放手，不可以耍赖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放手。好了，那我下楼了。好好拍摄。你也是。你哪天有档期告诉我。哎呀，到时候联系吧。好。随便去找点什么吃的吧，我不能饿着呀。哎呀，李诗雅，你也是笨，不让你吃你就换个猎物嘛，饿死怎么办呢？分手，必须分手。不给吃的食物算什么食物啊？一点做食物的觉悟都没有。分，必须分。怎么来了？不是说晚上结束以后见面吗？我以为是回家见呢。谢谢你的话。我今天顺利收工了，抱我一下吧。知道了，开玩笑的，不碰你。那你去哪儿？当然是去吃饭了，所有人都走了，这么晚了。吃饭。那粤菜、川菜、西餐，想吃什么？老人、中年人、儿童，是不是因为志浩的味道太好了，所以认识了他以后，其他人都变得索然无味了？炸鸡。好，
那就去吃炸鸡。一楼。我不安，电梯的细菌比马桶还要多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你冷吗？说冷的话，你能给我抱吗？我带了外套。我们这个种族不会因为冷生病的。什么？什么种族？是啊。等一下。这个电梯应该是坏了，现在也已经下班了，公司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。诗雅，那个虽然这个电梯里面都是细菌，但是坚持一会儿是没问题的。手机也没信号，有可能要等到明天了吧？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明天。不会啊，这个电梯里阳气很足，没问题的。我是说我太饿了，我已经六天没吃东西了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六天不吃东西？还不是因为你，你不让我摸啊。摸？虽然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，摸吧。真的吗？我真的可以摸吗？不行，万一他在这里晕倒了，失去意志怎么办？可是好饿呀，真的好饿，就吃那么一点没关系吧？可是万一救援来的晚，能量被我吸走了，能不能撑得住啊？本来洁癖症在这个环境里就已经每分每秒都是煎熬了，再被我摸一下。是呀。算了，我不摸了，我没洗手。没关系的。真的不摸了，你把手拿走吧，我现在不敢看你。诗雅，你现在是不是很害怕？害怕。虽然跟你在一起很开心，可是发生的事情都是不好的。我在想，是不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，所以才这样。我可能真的喜欢你。啊，诗雅。